虽然我每天在生活里忙忙碌碌，但是对于我和家人的身心健康，我绝不马虎。我是一个贝拉米妈妈，因为贝拉米的有机婴儿食品能确保我孩子不受任何毒素或是药剂的影响，让我的孩子吃着品质最优良的贝拉米食品，我才能放心让他们健康的成长。